我可以把它算错，因为早上蛮凉，因为刚刚后来出太阳，吃饭了。加班啊！不过我正要说，我说你这个衣服这样配，你整个人好白哦。真的吗？好白。哎，那个，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来宾，因为只有每次礼拜五我们会这样吃东西，然后请大家还是稍微不要弄脏桌子，因为上次有人掉甜不辣的酱，不是我，是不是讲过了？素谁？谁？是不是讲过了？不是我，可以滴。不是我。然后在这边要正式提醒上公益服，你狗屁，你大概嘿。包装纸，你吃太大声。哦，这我认了，这是特色哦。谢谢，这个有认，这个我就认了。好，下一次掉要留下来打扫。那我就认了。很香哎，可是我今天直播也吃很好。你直播吃什么？海鲜粥。我点的那个红红粥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先吃。叫做海鲜虾科。海鲜虾科。哎呦，海鲜虾科哦，那个虾子大概有十只。哇塞！听名字就很棒。哎，不是，这个叫什么？你们那个音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饭团你们要不要置顶一下留言啊？就刚刚的都没听到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到底要不要置顶？录音这些都不能吃。我刚刚在群组有讲，你们跟他讲了没啊？先下姻缘断断续续啊，他们都说没听到，所以人一直跑啊。早上赶快请他们重新开，还是请他们检查一下声音啊？好厉害啊！去哪里打？去哪里跑？全身酸痛，这礼拜才开始。家里刚刚就一直在讲了，你们也没去问。对啊，海鲜虾科是在我们那个安东市场，这超好吃。很多这样，它可以用粥，可以用面线，可以用以前一天安东啊，对，安东市场现在还变成。那个上班族不是去置顶留言，不要在不是他在瑞安街里面，就是但是我是希望他是新的市场哦，他是一栋楼房，对，一楼算不动了，现在那边好，真的吗？现在那边好多，你听到北京人？对，现在很热闹，现在中午很热闹，然后排便当人排操场的，因为那边离我们没有问，蛮你没有问，对你们过，我想他有，对，所以你们以后可以去那边吃。啊，真的！之前我听说他们有海鲜粥，还有那个便当，然后现在还有，真的还吃饭的，你演都不演，就是都是那种，有什么好演的？吃东西还要演，年轻的摊商，因为那个太好笑了吧？吃太快了，很多年轻人，然后开业，然后去成都，哎，我就觉得他们做得很不错。那所以他是整天都营业吗？哎，对，我把它传给你。好，真的好假。我想他现在是卡在。就是我从当助理的时候就在，所以就是请置顶，因为真的是还不错，不然没有看到的。Black 很复杂，然后有对，没错，的鼓哦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他比较听的人是这几个人的，很齁假。你如果跟他们家人讲的话，他在整个市场，我觉得就是。然后他的那个海鲜大料理的部分都是痛风一号、痛风二。主要我觉得宋妈妈那边，他有觉得他心目中他觉得聪明的人，但只是他聪明。